中国持续带您关心呢 NBA 球星的热火队的神射手呢阿舍罗宾森呢是在昨天呢抵达了台湾，那今天的行程也是马不停蹄的，下午呢就到了台北火车站这边来跟粉丝还有球迷呢近距离的互动，那也进行了跟 P League 的球星呢进行了三分球的 PK 赛，那现场最新画面带你一起来看。好，那可以看到呢，其实罗宾森在场上呢是一连十颗三分球的连续进哦。那场边球迷也是非常的热情，在活动结束之后呢，罗宾森其实也非常的宠粉呢，都到场边呢跟球迷来合照，还有签名哦，其实都是来者不拒的。那也有球迷也有粉丝呢是。从10:30的时候呢，就从新北市来到台北车站这边卡位，就是为了要一睹 NBA 球星的风采。那张现场最新，将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主播。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